那名女顾客行商场购物的时候，没想到竟然飞来横祸，商场的地板突然塌陷，出现了一个大约数平方米的大坑，女顾客亦跌入坑入面。另外一名顾客发现之后，吓得立即转身跑走。现场为江苏一个商场入面一间位于二楼的服装店，在上星期六下午两点几，地板塌陷的时候仍压伤了一名工人的腿部，当时他正在一楼工作。消防接报到场后，成功救出受伤的工人和女顾客，其中女顾客伤势较重，有骨折的情况，但好彩两人都没有大碍。